你看手好巧，捏糯米水饺。哇，糯米水饺，哇，排队排成这样哎！可是它是馄饨汤啊，不是吗？我们要吃这一家哦。对呀、啊。大的三个，要送他。好。呀。你看他的高汤。两个大的。两个大的。总共五碗就对了哈。他不懂哦，在猜猪头肉啦，对不？对，郭大板。郭大板，哦，所以这是猪头啦。对。哦，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近猪头，它其实就是用骨啊大猪头去控坑，然后再拆肉，然后这边再包馄饨。哇、嗯！我一定要退后一步，因为。已经有人挤着我了，你看生意这么好哦，正中午12点多，然后看一下菜市场里面的糯米水饺。糯米水饺是什么？这是谁的吃法？客家人的吃法吗？算讲还是台湾人的吃法？你在瓦心灵也不是，哦，所以是外省人的吃法啦。不是啦，外省人，福建你也叫外省人。当然啦，福建也是外省人啊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那是华姓诶。对啊。对呀。麦当劳外省人。嗯。这无同款哦，这是伫个沿海，沿海的东西。沿海的东西。这个小姐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了，这是馄饨嘛，这不是糯米水饺、啊。所以我们没有说糯米水饺，糯米水饺是汤圆。好了。哦。啊？后面在包。我就是在找不到他在干嘛。哦。他被隔壁，可是这是他们的吗？不是用糯米，所以它是咸水饺，它是咸汤圆，对不对？就是咸汤圆啦，做成水饺的汤圆，就是咸汤圆。哦，它哎，它的手工好漂亮哦，你看它做了一个碗，嗯。真的、啊，哇，他好会捏哦！那我们家随时有一个小圆的。啊，这么好吃哦！那就是用这个加固它吧。大家在这里傻傻的等什么呢？我们对啊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点名到可以点菜。听说隔壁的这位先生已经等一个小时才能够点菜，我们到底在哪里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新竹中央市场的糯米水饺。有没有希望等待是值得的，哥哥？综合骨肉汤哦，这里面就有糯米水饺加上馄饨，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用餐的环境。有没有？哦，哦，漂亮吧？一个是馄饨，一个就是糯米水饺，而且都是鲜肉的。其实厉害的应该是这个糯米水饺，嫩不咯嗦。